家里给你订了一门娃娃亲。就你戳一下就能倒，你这样我还能指望你点啥？若他前两日救我于危难，以后便是欺负也由他去。不会，我贺九龄的夫君那怎么会是一个只会混皇粮的神棍呢？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可以帮你解除婚约。尽快给他用了这药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少馆主，如今的神智与出生的小儿无异。难道是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你今天要睡我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！何三儿，你敢？看他好欺负啊！只要你开心，娘子就行走江湖，做个女侠养你。你是我的人，我也是你的人，所以以后我只听你的，好不好？